来，你有在拍吗？来，拍。我先讲啦，他妈的，刚刚臭掉你啊！他刚刚，哦，你讲。我刚打台，他妈的都已经枪位了。我跟他讲要怎么捏，他说不是，好，那弄他的方法就他妈的干净给臭掉。妈的，那你不能一直讲脏话。下爪那么快，你要怎么对点捏啊？他不会讲，没有，他在质疑我们顶尖 top 的那个概念，懂吗？什么顶尖？如果说 YouTube 娃娃机订阅数，我觉得是顶尖呐、啊。他、技术，我跟你讲，真的人外人，有人天外有天。所以你意思是说你技术比我好？没。刚刚在夹那个位置的时候是因人而异。他妈的，用你的方法，他妈就抽掉了、啊。他如果用你的、欸，你的如果捏到那个点，他也会翻过去。他是好按摩、是我会出，不然这样子啦，一定是我出，好不好？可以，就直接来 PK 一下。好啊。这样不用在西门町啦，你不要说在我场，等下又说我说，哦，我自己调的，我习惯台性，不然我就直接去。好啊，曹小姐，你先开车嘛，我们等下我们在大台北地区随便找地方。这次妈我一定。哎、欸，你看有看他眼神多认真啊，我跟不修灵机，被人家讲，我跟你讲。当你的专业被人家质疑了，那个感觉就很差劲。刚刚那是我自己投钱在玩哦。重点是我他妈的你让我夹，对不对？然后你又要在旁边瞎指挥，你知道他妈的你自己也很在外面打台，你最讨厌哎这样夹这样夹，跟你讲马后炮他小啦。不是啊，本来就会兴奋嘛。啊、我在夹的时候，你会说哎、捏头。不然去三重啊，因为其他地方我打过，好、啊，直接去三重。我们就看到，我觉得这件 OK， 你也觉得 OK， 我们就直接进去打。刚刚你说我拉臭那个金正嘛、啊，那我们就打金正啊。我就假如说我赢，我把你的东西收过来，我就直接送给观众。好啊，对啊，我认真。我跟你讲，你演戏有这么认真就好了啦。以前在我们频道，每个人都说哦，是我让。那确实是他妈我做效果，不然他妈的没有。哎、欸，你讲这一句话有失公正哦。我觉得这次影片哦，如果我再赢他哦，以后我们两个不用合作了。好，那我那你开哦。好，好的，随便走。好，走。我觉得 get 掉一下。来，等一下，你不要跑。他说什么？这个我是不 care 啦，但是懂 emoji 嘛？他刚刚说，等一下油钱你出，出发会。怎么油？你他妈的，你要带我，你叫我去三重打，然后他妈油钱我出、啊。他说他快没有油，叫我帮他加油。可以啊，你们看到他的本性了吧？喂，你他妈你要叫徐出是不是、啊？我不管了，快点呐、啊，我急死了。我想发会干。不好意思，我叫你一直拍。你如果要剪这支影片，我跟你讲是没有内容的啦。你要看他输，一定有内容啊。没有，我不见得会输啊。好，我不会再叫你拍。好，拉叉架。我们先不要吵。我们先不要吵。然后你电池拔掉。本集由最专业的跨境电商物流公司中国网通以及世界上最好买的跨境电商平台亚乐购联名赞助播出。哈！你知道为什么我要哈吗？金杯赛叉五啊！这你笑什么东西？你哈什么东西啦？金杯嘴叉五啦！这个我们我英文很好，我念给你听，它叫 Zebra。什么意思？这是地罩杯的意思。不是、啊，不是，哈！最新玩法。这是什么？最新玩法，线就直接这样子让你夹。你这样笑真的是不行哦。不是，我觉得人家这样还不错、啊。你不觉得他的玩法这样还不错吗？我直白。哎、欸，珊珊，等一下，我想打电话看是不是没啊？没事，你打给他，你就说珊珊，他说他，那就你来迟了吗？然后人家会以为我们在拍剧里的台词。哦，年轻人不会这样干这种事情了，我都看到。喂，喂 ，Hello， 我爱你啊！我的爱只能够让你一个。快尿！这是你叫你做出来啊！干的，找金正的。哎，以飞，以飞，这听起来就是女生的名字了吧？就台主就刚好就在旁边，好吗？不，我这节内容到底是什么？你要干嘛？喂，
喂，刘女士。我喜欢你台子摆的那样子，我看得很兴奋。那我可以问你是谁吗？我是疯狂的夹克。好，没事，没事，没事，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打扰到你，不好意思。没关系，你跟我说你的名字就好了。没关系啊，没关系，我好。拜拜，我很高兴。我怕人家带男朋友来揍。来啦，我刚刚有进来就看这台，可以哦。他怎么转得那么快，让我都突然没法适应了、啊？你会剪吗？我想剪这一段啊。这集我觉得不是 PK， 是他妈闹台主。这个不要剪进去啊，拜托。喂。那个，我是你有摆娃娃机对不对？哦，对。里面有一个东西。哪一台？就是，三重长荣路九号这里。你里面有放一个东西很怪，你怎么会放我的爱嘞？我的爱只能够让你啊，没事，没事，哇，我尴尬，我觉得尴尬，我没有这样搞，这是你叫我弄的哦，我不行，这支影片我剪。好，来，我就准备了，来，放500嘛。500啊，干嘛我找不到500？你是打算今天拍完以后再500？等一下我看一下。这一千的不要了，跟你还好。那我也觉得不要了。哎，在一起，你不是不要吗？好了，我就照刚刚那一个。干完蛋了啦！这几天被人家骂死。我出门的时候是带20000的，我怎么少那么多？你娘的！换钱喽！先换钱。我跟你 PK， 我还是会紧张的。紧张个屁哦！过那么久了，你就一直花钱在打台，你实力一定会变强啊！啊，像我比较省。对。如果说你花那么多钱在打啊，然后我又打赢你，那不是也是更好笑？不是，我们为了公平，我们叫台主帮我们都排成一排。对对对，已经排成一排了。对啊，但是我们不调台哦。好，我跟你讲，就算调台啦，也是看实力啦。啊，确实。对，因为我们一人就是500块。对。我听说你好像去比赛。在晋级的感觉，我觉得人家是因为佛西哥去，然后开始脚软。没有，我300内就先把它打出来。看到我20块，你看10块试算，这男人之间的世纪大对决，10块试爪。OK， 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我没有紧张，是排人在，我不知道。你来弄，我来捞。哎呦，我刚排除，要不要全部剪掉，然后不要排？这个有人被发现了，被发现了，一直进，结果哇，你可以小教一下，万一夹克遇到这样的问题，斑马机是可以把它甩软。哦，甩不会软啊。我已经把秘诀告诉你了。那吃了威尔刚啊？啊，可不可以你教我的这段把它剪掉？可以。有没有？捏出来。哇。糟糕，这样吧，干脆让台主重新买过。真的，把佛西哥的钱补足500，现在有空隙了哦。我们哦，好薄哦，可以哦。你糟糕了你，我可以，我用抽的，直接把它抽好。回去。不，来，我直接算，31，19道，19道。190，好强哦！然后怎样转松？哇，我怎么一开始就松的？没有，哪有松？那脸变了，对，我这太扯了啦！哎呦，吓死！发现了？你刚刚让我一次啊，我也让你一次啊，有没有？让台主把它弄掉了。啊，可以下床了、啊。他开始要帮你擦汗吗？没有没有，我要把握这几道的机会。哎呦，哇，太扯了！180，180。好，我们剩最后10块了。要平手了，要平手了。没有平手这件事，直接输了。出！不算了，重来。草爷在路上，佛西哥说要叫我说要
做点效果啦。我没有。干，我跟你讲，刚刚那要怎么讲？你可以先关掉，然后我私下教你一下。哦，不用。网友一定会说啊，草爷才不会输给草爷放水。我跟你讲。这样抽嘛，对不对？然后转转了，然后就进去了嘛，对不对？这样，这样一下过去，这是拉臭的甩法。我觉得你窗子不用关了。我还有外丢哎。对啊。第一回合先让他了。但是可不可以关上去啊？然后我们啊，就是关机啊，我们继续玩。你好过分啊！现在是没在拍，怪人家已经觉得我废了。你觉得没在拍吗？有一对着你。看，我看，靠腰嘞，不管了啦。太扯了。嗯，你是当我废物哦。好了，拿出了掌声哦。还有，有了，哦，掌声，我要放回去。对，第二站是无限枪位的海螺。对，好，那我们就出发吧。海螺之战 ，Round Two， 车轮战，我夹完换他，他夹完换我，然后无限枪位，看谁先把它夹出来。杀海螺，来了，他还不会出哎，相信我。我跟你讲，出，哎呦。干嘛？你干嘛？我不是故意的啦，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啦，结束，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啦。摄影师，这是我赢吗？对，现在摄影师又换人了，超爱夹在那里啊，配合他一下，你看。把妹啊！把妹啊！那你们要依照惯例结尾啦。哦，要结尾啊。我觉得我根本就不是在 PK 啊，知道？不过我这样接玩下来，没有什么主题啊。哦，哎，欢迎有看这支影片的话，以后可以找我们用这种方式接业配。网友就说没有许去看，那你快退退啊，反正以后不能这样。没，你一退我就又没许画面。那你没有第三局了啦，我觉得平手。对啊，就当作是欢乐的 PK 了。我愿意捐啊。我也愿意捐啊，我妈，我们都捐那么多了，这次就真的啦，你有订阅我才送啊。好，到粉丝团啊，你po文底下留言。我觉得你应该不会去剪这支影片。啊，他就拍了，你又不剪。哦，对啊，闹片荒嘛。以后真的没东西拍，我就从头到尾就取在这点在那边就好了，然后维持五分钟，你们最好是看到完啊。让许玉去遮镜头啦。啊，给他一个镜头啊。许玉，你要不要租台？免费的台哦。你要拍他，拍我没有人家。你干嘛一直想 Q 我们？你想看我们那个一转过镜头来开始打架是不是？你想在新闻厅有台吗？当然，新闻厅一级单元。看里面很多干爹啊，然后天龙锅人。我鸡哥叫我这样讲，我没有。好啦，七月底以前，你订阅有25万，我直接再分他一台让他做。啊，做一下订阅，你不要老是看我们影片，然后自己在自嗨笑得很开心，然后不订阅很好笑哎。因为不用钱，讲几次，好烦哦！快说了，快说了，快说了，干！不行，再剪乌鸦怎么了？乌鸦，他丢什么？我要说，就我来说，乌鸦昨天。他打给我，人在发说，哎，许鱼开直播，许鱼开直播，就乌鸦他就看到了，然后他就兴高采烈的创一个账号，然后进去看，从充值2990，慢慢的变到10000块钱，全部都刷给他了，然后乌鸦就跑来说，哎，我怎么有一种去酒店的感觉？乌鸦哥哥，谢谢，谢谢，谢谢你，叫乌鸦不要再去刷了。直接开视讯给他，然后他直接汇款给我就好了。然后刷礼物，对不对？对啊，你现在是要干妈哎。为什么要升级变干妈？因为我框不到乌鸦的钱，之后你框得到啊。好怕我，你叫做打破留言，丢多少礼物，女生才会被约出来。Fuck this shit, I'm out. Fuck this shit, I'm out.